白富美国际集团是马来西亚女性保健网络创业平台。在2017年11月11日开始，白富美国际集团 BFM Group 转型升级，将品牌企业化，着重于企业与团队的发展。2018年，白富美国际集团与 Sister 杂志媒体配合，线上线下双管齐下，发扬及宣传品牌产品及服务。2019年，我们将结合教育和娱乐，通过节目呈现富有教育性的健康两性话题。加入白富美，除了能增加收入之外，也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素质。此外，也可提升个人的价值。除了是一个卖家，我们还是一位 influencer， 散播正能量，提供美妆保养方法及穿搭知识给我们的关注者。白富美让我时刻保持正能量，提高自信，更开朗及独立。此外，集团教会了我们感恩及散播爱，也发掘我们的优点，让我除了拥有金钱的财富之外，内心也更富裕。 BFN 重视创意与实践，团队时刻关注及打造创新的销售方式。一旦团队跟着我们的脚步，就会发现创业其实很简单。身为新时代的领导者，我们必须以身作则，除了管理，也需要实力及实际行动给予团队支持，才能建立团队对集团的信心。对 BFM 而言，领导不进步就是团队的灾难。我们会定期进修营销、管理、激励等课程，以巩固团队及品牌事业。